点亮 S200 如何测评吧？我们用点亮 S200 这个设备来测一下我们八代的屏啊，怎么去测？首先，我们把这个机器先按开机键，看完开机键以后，它有个自检的一个过程啊，它会灯亮，亮了以后，我们再按一下开模式，模式开关这个灯亮了以后，然后稍微等一会儿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屏的排线过上去，啊，滴的一声说明它已经自检过了。我们再把这个屏扣上去，然后扣上去，我们按下这个开关，说明已经开始亮了。亮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开始测了，啊，这就是它的测它的色彩。然后触摸怎么测呢？触摸这一个 OS 12.10以后。我们用手可以去点，啊，可以滑动，这个是测它的触摸，证明这个屏是 OK 没有问题的。